我们要邀请圈圈先在我们的 logo 墙留步，先在我们的 logo 墙留步。来，欢迎圈圈来到我们的主背景板。来，请李宇春再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留一些拍照的时间。那圈圈的很多粉丝都会通过微博去了解到你最新的这个工作的动态哈，所以在这我们要代表粉丝来问一下，今年的巡回演唱会有没有可能加场？大家都觉得场次不够。正在想这个事情，因为最近的工作其实基本上是围绕着今年的巡演在展开。对，那这个新的一年了，能不能也在这里给我们的微博送上祝福？希望微博越办越好吧，因为我虽然是2009年开的微博，但是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微博之夜，算是一个微博新人吧。然后希望也可以通过微博给大家传递出更多的作品。那如果你一发微博，肯定是无数的粉丝要留言，什么样的留言能够吸引到你的注意？说不定你就会回他。有的时候其实也很难讲，好像没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规律。可能比较有趣的一些应该会吸引到，也期待更多的这个动态可以在微博上面和所有的粉丝分享。谢谢圈圈，来，请走入我们的主会场。谢谢。好的，接下来走上我们红毯的是李冰冰，有请。欢迎，有请冰冰姐。哇，冰冰姐好美，先留步在我们的 logo 墙好不好？先给我们的媒体老师一些拍照的时间。